阮正趁两钱啦，有无？职业工会的这个理事长跟秘书还有总干事啊，他们的协助，因为今年的这个易碎节跟以往的易碎节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往年都有所谓的大彩街，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呢变成化整为零，所以到各个这个社区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山公园的这一个装置艺术，还有扭蛋区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也是希望说，所有那些白乡镇的，咱的乡亲是大观光客来到咱罗东来罗东消费，所以呢，也希望这带动罗东的经济。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也要就很麻烦咱的问奖大哥哈，第一呢，车的边啊，我们贴上了这样的一个标志，我们易碎节的标志，希望他们都能够把人客带来咱罗东，来罗东消费，带动罗东的经济啊。所以，底下都麻烦这个我们的这一个计程的司机大哥们啊，因为他们的配合，所以李彪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一个车身，我有贴上我们易碎节的这一个 logo 的这些贴纸以外呢，还有他们的这个身上都会穿上我们的这一个专属的易碎节的这个制服的T 恤啊。另外呢，我们也是要感谢他们，所以昨夜的这个补助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邮票哈，所以甘蔗银党也赶快配合，这个不是什么的很多的价钱，但是呢要感谢他们啊，希望呢能够带动罗东的经济，带动宜兰的这一个观光，我们的这个旅客呢都能够来到咱罗东做消费啊，所以底下还敢讲咱这个我们这三个工会还有我们的运输司机大哥他们的配合，底下甘蔗啊宜兰工大家都来罗东消费，在宜兰观光，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镇长。